台东县部落工作假期结合地方创生工作坊，全新的工作假期升级版，8月9号到13号，要让志工用5天的时间，成为达仁乡南田村的一份子。虽然受到利奇马台风影响交通，部分志工无法如期抵达，但是不影响往后工作假期行程。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时间稍微紧凑了一点，但也不影响大家对这个南田的期望。希望志工来到部落之后，他其实是完完全全的融入到部落里面去，参与完完整整我们部落里面的生活，可以让外地的人能够更了解我们的文化，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在南田村，行销我们南田村，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发展。位在台东县最南端的达仁乡南田村，是个靠海的排湾族聚落，有著名的阿兰伊古道及南田石。进入村内，随时可听见海浪拍打和沥滩上石头滚动的声音。工作假期邀请南田在地青年及各地志工共同为部落服务，边体验啊边来做这个诗作，对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文化哈，都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感。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，或许他们做一些那个哈，让他们来去体验一下部落，原住民部落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，每天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闲置房屋墙面意象图腾彩绘，部落工作生活体验，手工艺编织。这次20几位志工全部住在南田部落接待家庭当中，可以更贴近地融入当地生活。透过在工作坊中交流激荡，希望产生更多元的火花，在专业讲师带领下，以实际行动掀起地方创生的新可能。原视新闻吴蕊台东达人采访报道。